位于科教馆一楼的护眼快闪活动，是乐敦举办的闯关游戏。活动一共有五个关卡，透过各种闯关，让大小朋友了解护眼的重要性。第一关是透过 VR 眼镜体验白内障、高度近视、青光眼以及黄斑部病变等患者眼里的世界。第二关则是透过特殊造型眼镜，在受干扰的情况下拼出人物的五官。这个关卡可以让我们体验眼睛不变的人需要花相对多的时间才能完成一般人所认为很简单的工作。第三关是眼睛配合大脑的记忆游戏，透过这个关卡训练眼睛配合大脑的记忆力。第四关则是摆脱恶势力，从九宫格里面找出正确的护眼行为，透过闯关了解何谓是正确的护眼方式，时刻叮咛自己保持正确的用眼。最后一关是大家来找茬，找出两张图不一样之处，训练观察力与脑力。闯关之后就可以领取奖品。眼睛是灵魂之窗，希望透过这个有趣的闯关活动，让大小朋友了解护眼的重要性。记者翁秉仪采访报道。